咱家是正先公司分林电台一一二五千赫，北港台一三八六千赫，地方艺术播地戏。南独董石义，南立和平为宗旨。下面请听南北风云秀。倒报第一雄。制作柯中汉，音乐指导张连贤，由小弟吴冠雄担任演播。因缘成熟何时了？强力和平喜乾坤。文前数百年，毫无简单。燕山中岸岭无修成的教主，无修至尊发出武林帖，邀请天下各大门派的教主，在了无修成开设和平会。正在大会开设成功的时阵，各大门派的教主同意化解所有武林的恩怨，强立天下和平。忽然间，乌天地暗，风云变色了。空中的所在出现两只怪魔兽，一只水手，一只火手。水手吐出万毒水，火手吐出十万度的火焰。现场所有的神格被迄个万毒水困着，肉现烂去。十万度的火焰烧着，人全变作灰灰。经过无外久的时间，参加和平会的神格无一个活命了。在这个时阵，现场来出现一位断掉两臂的人物，身穿一身的虎皮衣，面带杀气。无我的同意，天下不准和平。颠出绝学新贵囚，还我之人死无救。怀受武林大杀手，不服来生再复仇。完毕人物不服和平的口气，离开了无修定的了后，在无修定的西北方，又来出现一位修道人。这个人头壳阔阔，目睭啊微微，面带笑容，走向无修定来了。人生金丝果，专心偏过人之初，解挂人生生死路，报任西方好前途。本山人，东南派怪杰或者无所不，啊，我算东南派的人物呢，因为我的功夫练真好呢，练真济，无所不精，无所不练，啊，人则叫我无所不。这次无修殿无修至尊开设和平会，用万教联盟的力量，你要来维护武林的和平。啊，什么人不服和平，就是万教的功德。所以自今仔日起，和平会若开设成功，
武林就无战火，我会当安心在了凤英山修真练道了。今日我代表东南派，一直要签名当印，同意和平。因为在路上啊，为了救人的关系，所以太慢一丝仔时间到位，赶快进会场来去啊！来到这个无修亭，看见所有的神格死的一片凌乱，丢了一惊了，哎！哦，惊死我！无修亭人死得济，腰肉烂去的，要死，变成剩一个骨头夫，只有两种功夫拍着，一种就是万毒水。这个万毒水照我估计，上少比那个毒硫酸搁加一百倍以上的毒。连我这边面，却火烧着，人死剩骨头乎。这种火光最低限度，火焰十万度以上。哇，什么人练这种这恐怖的功夫？烧落到底，不是讲人死剩骨头乎尔，周围的山岩、绝壁、山头拢变红的，石头拢劈开去。哦，恐怖，恐怖！哎，遐有一个人无死，认着啊，敢是无修定的教主无修至尊？哦，无修至尊的道行有够深，还佫无死，我紧甲救看会活无？教主啊，教主啊，这粒药丹紧吃落去！教主啊，我东南的无所不啦，无所不，你来了，幸好照我的心愿咯，我不愿死，忍着三寸骨，希望有人对这来，特别交代威严。教主啊，你够冤气嘞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这有一个人不服和平，连水火无情，攻杀所有的仙家。这个人心情好悲伊，断掉两臂。已经通知一代精杰，该讲世间的和平无望。我已经无能为力了，仙家，你靠冤气嘞！我死了后，一定，仙家，仙家！可怜，卡两滴，开怎啊断啊？无修定的教主，无修至尊，交代讲，伊死了后一定，一定是啥物物件？哦，穿好皮衣，断掉两臂的人物，你不服和平，连水火无手，杀绝和平会升格。这条问题，我拼当啊，东南群英山通知一代精杰金灵旗。这条冤仇，东南派绝对负责报个底，啊可太可恶！这个无所不忧患有几分的正义感，看到这种场面啊，内心非常的悲痛。家己切起离开迄个无修亭，拼登去东南的所在啊，准备这个报告一代精杰金灵旗，准备这个报冤仇的。话讲东南群英山的所在，来出现一位啊，眉清眼秀，一表人才，
就是当南郡英山三大神秘之首，一代将杰金陵纪了。用走天涯，不免怨叹流目屎。阮也爱忍耐，路径的人心带悲哀，痛苦啥人知？想着心憔悴。提出勇气来，富婆啤酒夜光杯，玉饮二杯马上吹，醉卧沙场滚木桥，过来见见鬼人回呀、啊！东南一代正杰金陵旗。在了群英山的所在，为着武修亭在开设武林和平会，会当安定社会，交代无所不进了武修亭，会当签名盖印同意和平，未有消息。等来啊，等来啊！无所不的参见一代剑杰，无所不为何愁眉不展呢？哈哈，为那讲透机，目屎都飞袂离。这回开设和平会无成功啊，来出现一个断掉两臂的神秘人物，心情好陪伊，等一种叫做水火魔手，击杀无修亭所有的神格。迄、那个死法是非常的残酷，将前一段代志听说都是安尼甲安尼，什么呀？水火魔手，二刀江湖，一代剑侠吧。这个人你捌伊了？哦，武林的和平无望了。剑侠啊，是安怎？这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怨叹世人无我恨，一发龙鳞叫做水火星。曾经在武林道场横行霸道，杀人无数，后来救世面夹白马金刀才出面，来顶一波神笔反通天的功夫，逼伊水火星无条件爱退运，这个武林才来得到一段平静。如今一发龙鳞水火星，二刀江湖斩杀无辜，看来白马金刀救世面夹不过再度江湖，这个社会无办法安定了。你大正杰啊，安尼要安怎？通传落去，有关东南派随时走出救世面夹白马金刀，会当对付一块龙鳞追火星。这条我较紧来去办，我来去啊！